我这边为啥都280来关了？哎，无限火力，咱俩还玩阿木木吗？第一个时间钻粉狂欢，2.5倍。无限火力啊！无限火力没了，壮壮。那不不是？你看右下角第一个第一个事件是无限火力，无限火力第一个事件。我来把赵信吧，怎么样？红红好，可以，没问题，没问题，没问题。好，呼呼哥哥玩的什么？呼呼哥哥来一把艾克。荣耀竞赛，没什么需要办的东西。完了，对面把赵信给办了。他就是想让你去玩那个叫什么，想让你去玩那个，哎呀，我那叫什么，阿木木。要不你们玩无限火力没用啊，红红哥哥。第一把是无限火力，把无限火力，无限火力什么厉害呢？无限火力，瑞文，鳄鱼都行，不行，啊、鳄鱼有点捞啊，那把。杰西，哎，老师，玩这个吧，照片都好好看。奥拉夫，奥拉夫，嗯，骑士归来之时，上把对面玩过这个的，我这把必须得玩一个，我必须必须必须都来一把，必须来一把。啊、别人的艾克，我肯定给他表演一下我的艾克。哎，只能选出我老公了。哎，为什么奥拉夫点了个坚印？算了，这么地儿。我好久没中田了。放逐之印。这模子是要 AD。对面全 AD 啊！他的泰隆有点帅啊，猴哥。全 AD 吗？泰隆啊！泰隆哎，这没事。武器大师。啊，全 AD 好。那你不无敌了吗尘埃？是啊，我无敌了呀。这转把在这儿。那你不无敌了吗尘埃？这把交给你了尘埃。OK, OK。我一级学什么？学一学 W 啊。一级不行，学一。兄弟有点丑啊。哇，这个兄弟说你能团队一下吗？别老是拿这些没熟练度的兄弟。我拿的每一个都是我会玩的，除了那个大树我真不会玩，我特别想团队我才拿的。我给你想一个啊、哦、喂，你以为我没认真玩十字狗？哇兄弟，喂，十字狗我玩过，我玩过，我以前玩螳螂的时候十字狗玩。来，我们这把从这打。那为什么打了一万五？真的没有环境，就一点输出角度都没有，根本进不去。剑圣，哦，这把给你环境啊。剑圣也是玩过，最早玩的就这么几个英雄，肯定玩过、哎、这把得有环境吗？这把也是刺客，不好说，每把玩的都是刺客。你咋的你？你咋的？你咋的咋的你呀、啊？你咋的？哎呀！有的，好快的资源。打不着，打不着。壮壮，你逞呀、啊？你别不逞啊！我逞都用过了。我操！对面气闷了，猴哥。我操！道心，说说我们俩兄弟不能在野区继续被嘲笑了，石大壮。我们要拿出我们的骄傲和我们的光芒。德行走位，三个人，让我扛，让我扛。没事，你们中路狠狠的推进。让我们来看里边已经内杠了，去把红拿了。哎。我去杀野，我去杀野。怎么这么多野？他们来了，他们刚升四级。不急啊，我们假装不知道。先把野怪留住，用技能来消耗他们。注意看上面野区啊，注意看上面野区，有惩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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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有。完了。老弟 A 一下。怎么回事？金哥是上去了，这不能让他上去。哎，他们已经把我们的红 buff 拿走了。没事，你们还有河蟹呢，下路河蟹来。
我是啊，我是想一天二成，两兄弟一起成，砰砰。我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啊、我的没问题不大，我没跟你沟通好。我错、啊。他那只有想要拿红树，他不对了呀，兄弟，说实话。拿河蟹、哦，对不起。天使，那就对不起了。绝对咋这么多人呢？那必须得打团战了，这就这老些多少个人？全是人啊！你们狗头人一直卡我位置，我好难受，我操！刷刷刷刷刷！哎，帮我打一下，帮我打一下！哇，我大招！哎，我大招没学，不行就打后边那个，剩六了，狙击棒，大招！啪！阿姨，阿姨还可以接受。河蟹是谁的吧？对文出什么装备啊？不知道。河蟹吧。在卡我位置，难受死了。好的。无限火力。无限火力啊！在这之前需要那啥、啊。他们来抢河蟹了，他们来抢河蟹了。等会儿，等会儿，没事，你只要撑得过他就行。好，他没撑过，走。没撑过。那走。坏了，我没有大招。没事，没事，一会儿直接升六。没有。一会儿直接升六，要开始了，要开始了，荣耀竞赛，兄弟们，出装备没？啊 ，C 哥你没升大呀？哦，啊，那什么意思啊 ？NPC 你升了个什么？你个瑞文？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嘿，去去去去去去！把这大主忙的给他弄了。这个杰克斯上一身，杰克斯上一身，搁里头呢，杰克斯。完了。我大。A 到了。还有两个残，两个残，哎呦，狙击棒！哎呀，我伤害太低了，兄弟们，我的。没事没事，还能来一波，还来一波。我有大。德玛西呀，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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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去！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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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三打二，三打二。哇，我已经晕的不行了，我开大回来晕了他们。不行，无限火力我们好像没有对面厉害。完了，完了，没事，伤害不够，没事。撤！且天天哭就是哭的钻粉，我操！洛罗之王。哎，为什么这几只小鸟会去别的地方？去！你看到了吗？你不管了，你看到了吗？装这几只鸟去别的地方了。我看着了。哎，那啊，怎么也有疾跑？不仇恨距离了。哎呀，他干个什么？可以打吗？好像可以呀、啊。我给个大。厄罗之王来了，厄罗之王，厄罗之王。能怕你？他没有闪现，没有疾跑，干他。小逼，干他。啊，他有闪。你往后撤撤、哎。这个破罗之王有眩晕啊！装退退呀，装退呀。死蛋死老鸟孩。我来帮你。我先回了，我先去帮谁、啊、我去帮助我的队友，我的队友不需要我的帮助。这破罗装有眩晕啊、嗯、哥对不起，多有冒犯。哎呀呵，他怎么这么厉害，这个狗头。我操，这破罗一直抱着个塔蒙肯，先给他 A 了行不行？先给他 A 了，算好低啊，好像没办法做到瞬间秒杀他们啊，兄弟！下路怎么？下路杀，下路杀，杀！装置死到这儿，快来干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！三打三。他们要弄我，他们在弄我，我很肉，我很肉。谁很肉？哼！我闪一闪，完了，我死了。嗨嗨！完了，都差一点儿，我真吐了。一千四，真是有点恶心。能不能先把这个铲了？先把杰克斯杀了。这个、一直在这卡着我，难受死了。好好，朋友们，真是，每次都是野怪卡位置。啊！撞了，上面野区还有个红可以拿，上面野区撞了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二拉夫。奥拉夫，你骗我！
有啊，你去红 buff 就能没了，就能拿一个，然后没了，哦，到时间了。没出三样，我感觉，可能后面 Q 的没有 A 的多。资源速度这么飞，我来了！下路，想跑？好他妈疼！哎呦坏！他怎么那么猛？对，最近呢？好疼啊！好疼啊！他怎么这么痛啊？哎，有点痛、啊。提莫了，打提莫了！哎，我咋跑了？哎 ，Hello， 还提莫，快走了，打那提莫，快快快！快跑，快跑！走了，走了。他们都在下路呢，我们赶紧去上路打这个世界，快快快快！对对对，他们两个，他们，坚持住，红红哥哥！怎么对面人这么老血？不行啊，完全没有没有能说，完全抢不了啊！打了好一阵，发现我伤害根本不够，我实在是只能撤退了，打不了，等你们了。你这搁那 Q 吧 ，Q 吧 Q 吧 ，Q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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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Q 啊！Q 两个，我操！咱耍赖飞过去，我操！该你了，四大壮！天！我操！有的受不了了！啊！前面抓，屁股后面！我来，他帮你！我操，一千多块钱！德玛西亚！撤！快打！快打！快打！先打这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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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打！十九秒能打过吗？我们俩，我们仨没伤害啊，怎么我们三兄弟？完了，完了，打是打赢了，就是没伤害我们仨。没事，问题不大。没事，啊，这个人在，这个人可以杀，可以杀。哦，杀了，杀了，杀了，还要被晕。我是把线稍微退，杀了再走，杀了再走，我把你们放 Q， 往后退。大瀑布。没事，我能活。是大宝宝，我也能活。撤！快跑！别怕，别别别别别别别！来个假修，假修奥纳夫，对面全 AD。先锋能偷吗？说实话，兄弟们。原 AD 先锋能偷吗？偷什么？直接干他们！我感觉现在已经能打过了，来吧。我没大四十秒，没事。哎呀你妈！把先锋打我们这边来，对对对对对，让他们进我们这边来。什么东西刮了我一下，好痛！哥，我没血了。德玛西亚！切！我晕到了，我晕到了，弄的弄的弄的。我被人刮一下吧，没血了。拿下没？他们的队友拿下了，拿下了，拿下了，拿下了。先锋是我们的，先锋是我们的。来把下路线往那边。我操！哎，河蟹来来来！哎，河蟹，河蟹。小兵还想 Q 我。壮壮，下面的野区交给你了啊，上面的我来刷一下。OK OK。2425。创了，有赢啊，上面有赢。支援下路，我们给他创了。生命值，创出来的还行，根本不用害怕。我得回去出装备了，家人们。那好吧，先撤吧，先润一波。创了一头就行。德玛西亚！我操，牛啊！牛的，快跑！快跑！你能往这跑吗？我能在这跑一下。直接跑他们家那边去。大哥，你往这要被那个晕一下。没事，他过不来，很慢的。哎，哎呦我操！你很牛吗？你很牛吗？你很牛吗？我的是不是？这小伙子没解决我。别慌，红红兄弟来了，兄弟这回真的很肉，完全不慌，兄弟。哦，太好了。好铁，炮车带过，炮车带过，漂亮。炮车带过，当心炮车带过。确实很牛，哪里牛了？不是死了吗？
去去去去，直接越了吗？那不行啊！好像越有点过分了。我要死了！哎，大哥，你这个炮，河蟹，河蟹！哎，快跑吧，跑吧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先走，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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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！迅捷蟹，迅捷蟹，快快快！没有迅捷蟹啊？嗯。不是，这会儿不能把我推这儿来。你干啥呀？对面送啊，对面送！开大刀！去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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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差一点，炸到就好了。哇，那漂亮！没事，迅捷蟹，我他妹一个人撞撞，你也能打着他。撞撞，快！迅捷蟹，撞撞，我很快。太可惜了，这个 R。你去迅捷蟹那儿跟他打。我们家有大炮，来人了，最后一下把他们家迅捷蟹舔住，停住，让他停住，晕住他也行，让我们家迅捷蟹先去。哇、哦、啊，可以可以，我跟他一换一了。好好好，我们马上来啊。 C 哥，你 W 挤他几下。哎，狗逼，哎哎，我操 C 哥，你晕他一下，晕晕他，哎哎，快跑！他这个有点没有办法，他这个招数啊，说句实话，有一点点阴险。阴险，真是阴险的小人。确实玩阴的，狡诈恶毒，兄弟。你他妈显得你的你。哇，兄弟们，我这波来了，这波我有大有闪，我无敌。但是等一下，这个兵线有点少。我先去上路搜个线。嗯。只可惜我们没有机器人。哎，我他妈的又是个机器人，是吧？没有机器人，回上拳。来，什么意思？打吗？打吗？打吗？这波打，打可以打，可以打，可以打，没事啊。我们直接上了吗？能上啊，能上，直接能秒一个的。啊、不是，兄弟们，炸了仨，炸了仨，把这狗都秒了。好，金克斯，金克斯，好好，我就没血，金克斯，金克斯，金克斯。别追！哎，我挡一下。快啊！好好挡，好挡，好挡，好挡。我接了，等我出来，我们状态恢复了再那个啥。他这个对对对，我们去放峡谷。是啊，先放是我。巴拉吗？啊。下边来了，猴哥，你哎。你咋的？你咋的？你咋的？不是你咋的呀？你咋的呀、嗯？好多人，猴哥，等一下，有点被包围了的意思。我来了，破塞洞来了，干架之王，救救！我需要一个蓝盾，杀他！啊，就一个 ，nice。nice。来，亏的被我能秒！我操，兄弟，我他妈找到商业机。谢谢十月。来吧，来吧。十月，十月。啊？十月？十月？十月？什么意思？十月？十月？十月？当狗头人？咋的，狗头人？杀了！你装什么呀？咋的？咋的？咋的？你变个蛋！能动不？你还不超级兵呢？我操！这是装什么呀？没赢过，没赢过。哎，怎么能把我拉到家里去啊？不知道。他们家有那个小兵，有那个机器人。小兵有钩。没事，不急，下坡再杀，再下坡再那什么赢。我操！太猛了，壮壮，太牛了！我吃你！太牛了！我操！吃大蒜！我吃你一个！操！我吃你一个！我吃你一个！给我了吧！你去去去去！我去去去去！我去！我操！这还能跑呀？那不行，那不行，大哥，我来接你了！接，快接一下！开你眼过来！马上马上，你跑两步，你能打过？你能打过？你能？完了，再跑两步。我操！开大了，我玩不起。哎呦我去！完了，还有27秒，兄弟们。
我们不推掉水晶枢纽就起床了。啊，我可不管，那我回去，那我不出来。哎，没事，我们回家。对面狗头那啥，我们先回家补充状态，然后把对面基地拆了。狗头也没活，正正好好。好的。OK。OK。记得把药买一下。一路打过去。我打个河蟹。对呀，好像是一块活的。好像是一块。还是恶霸。哎，我们血多，他们本来就没剩多少点血了。对，我血好少。下边还是得先杀人。这多点。守护。人少我得先杀金克斯。对，杀金克斯。给我十秒钟。先来个大。好。他上不了一点儿。我来了。完了，我死了，咋控不住他呀，壮壮？嗯，没事，我帮你，你他跟你换了，其实相当于他跟你换了，啊？正面，正面出问题了，兄弟。嗯？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嗯，我刚去保那个谁，我刚去保，我去保金龟哥，有炮有炮，别走，他们伤害有炮，炮炮炮炮炮炮。他们用拆甲先杀他们人，完了，哎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。主要没办法，他到最后非得是这种，他妈的正常拆早拆了对面。我去保 AD 了。哎，不是啊，我杀完他们 AD， 怎么这？对呀、啊，我们杀完 ADC 怎么能没打过呢？没不应该，没控着他，装。对呢，是谁的伤害、啊？我大招断了他个 Q 啊！嗯，狗头赢的吗？还给了他个蓝盾。OK， 打 C 啊，我可以打 C 吗？嗯，先撂个撂去，撂个撂。你们一起过来，他说我是野仔的新冤仇，我随便杀。啊，你撂个撂，来拉我一下。我也扭个扭。不行，你们给我换了，算了，我自己上。我打个线上，我打个线上，打个线上，打个线上。